我在外面等你们。文先生，我陪你吧。你陪我？是啊，反正众位前辈进去也是要商议要事的，我进去了也没什么用。嗯，我们继续聊，刚刚我们聊到哪儿了？哎，魏前辈当真有把五岁小儿当成萝卜种在土里过吗？嗯，就像这样。随他去吧。